今天再来简简单单开个小福袋儿 ，B 站199的那个俩。B 站的空气，小姐姐吸的同款的。半箱子空气，真的是半箱子空气，我他妈发了。不会是个拼装吧？感觉一般般吗？不过还好，还有一个白盒子。没开箱，但是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又是一张床，还有枕头，还有杯子。所以这600块等于买了两张床。我又不是开情侣酒店。